我自己最喜歡就是喝咖啡的了，特別是放假放工的時候來一杯咖啡，這樣我就覺得很 relax 的了。估不到來到青島這邊都會找到整條街都是咖啡店的大學路，而且每一間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。那走了幾間，最後我就選了現在這一間，因為入到來這一種小木屋的感覺很有家的 feel， 而且它還有很多不同的擺設，包括有種一些植物，又有養下魚，還有一些 postcard 相架，令到人入到來有一種很慢活的感覺。